响，今年的毕业典礼改在室外举行。这一刻，我们看着你，仿佛看着那一年的自己。离开校园时，我们也曾和你一样有不舍，有紧张，但更多的是摩拳擦掌的兴奋。四年的光阴，想必此刻正如电影画面一般，在你脑海里回放。那是最美的青春，更是一段浪漫而庄严的序曲。但比起怀念，你更愿意向前，迈出校园，人生的大幕才正式开启。追求幸福，报效国家的理想正成为进行时。上场的这一刻，上场的这一刻，上场的这一刻，你一定等了很久，你一定等了很久，你一定等了很久。这一年并不寻常，当疫情如突如其来的风雪肆意漫卷，我们看到了中国年轻人坚实的双肩，也看到了你坚定的信念。这是一场特别的毕业典礼，你懂得了众志成城，学会了忘我奉献，也让中国听见了你们最铿锵的青春誓言。此刻，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激荡的风云，既是挑战，也是你施展身手的舞台。上场后的你，不仅将为自己代言，更将为今日之中国代言。你的上场，让我们期待着。希望你守护初心，让思考成为你的伙伴，让阅读成为你的习惯，让求知伴随你的一生，让你所深爱的一切依然成为你幸福的理由。希望你脚踏实地，前方的路始于你的脚下，笃定专注，苦心孤诣，常抱敬畏之心，用勤勉的耕耘换得累累硕果。希望你常怀报国之志，让你的奋斗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，热情相拥，人生才有力量之源。用你的拼搏，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。希望你胸怀四海天下，人类命运此刻共同。你的上场是中国青年在世界面前的精彩亮相，你的胸怀当和这个世界一样宽广。这一刻，让我们看到你充满期待的笑容。这一刻，让我们看到你充满光芒的眼神。在你的眼睛里，我们看到了这个伟大的时代，看到了一个更加理性、更加包容、更加美好的世界。这个时代将用你的名字来定义，这个世界将用你的奔跑来丈量。让人生在实现中国梦的奋进追逐中展现出勇敢奔跑的英姿。来吧，上场了。